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呐哈，总共有七人，到庚而已啊，总共有七人，他排成一列啊，那甲乙丙哈规定必须相邻，那这种排法总共有几种？我就把那个甲乙丙哈，把它给绑起来啊，看成一人，看成一人以后的话，其他的话哈，个别都看成一人，这样的话就总共有几人呢？总共就是说本来是七人嘛，扣掉呢三人，再加一，加一就等于是把这三人看成一人，所以现在总共有几个人呢？就是七减三啊，加上一，这个一的话就是整个看成一人，这样就变成呢总共有几人呢？总共五人啊，这五个人的话呢做排列。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呢五取五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大的人，三个人组成一个那个人，他本身也可以排列嘛，所以再乘以多少呢？乘以 P 三取三，也就是说五阶乘乘以三阶乘。这五阶乘的话呢，好像720的样子。五阶乘啊，五阶乘等于多少？没有，五阶乘是120，所以这是等于120啊，120哈，乘以6，这是等于720，所以总共呢有720种方法。